这次演唱会的规模非常大，预计达10万人，周边几条线路的运输人次可能要达到20万。根据当天旅客乘车信息以及历史经验数据，我们进行了大数据分析，并制定了相应的大客流组织预案。同时呢， 基于 LTE 新一代车地通讯网络，我们可以进一步压缩维护时间和行车间隔，最大限度地调整行车计划，覆盖地铁及地铁站的敏捷网络，接入各个角落的监控和数据。我们在 OCC 就能清晰地感知到地铁运营时的实时状态。演唱会即将结束。 启动预案。是。通话中心21:35，通信网络自动切换，请立即确认。因为一个不可控因素，当晚还发生了一次通讯网络切换，但得益于最新的通讯网络保护技术，地铁业务没有受到影响。你看到。 红岗站施工现场光纤被挖断，正在抢修中。体育馆地面发生交通事故，路面交通瘫痪，客流超速预期。执行应急预案。是。当我们接到疏导计划的紧急指令，我们立刻开始控制进站的人群，以免更多的乘客涌入。网络覆盖无处不在，这就是数字地铁。我们基于互联网的不断创新，就是为了让乘客 更便利的出行，感受到科技在变化，地铁服务也在不断升级。那绿色出行呢，是我和许多朋友都必备的一个 APP。它会根据我的需求推送出行信息，遇到路况有问题的时候，它还会推荐给我附近的安全线。现在每位乘客 都会随身携带1种或者多种电子设备，在当前复杂的网络和电磁环境下，保证车地通信的高可靠至关重要。LTE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数字化列车方便我们实时掌握车辆状况，一有突发状况，控制中心马上收到告警，我们也立即开始 应急处理。如果在我们的工作中可以做到第一时间了解事件详情，就可以尽快刷新行车计划，现场处理和乘客疏导。数字列车令我们的工作更及时、高效。车队员，在欢乐海洋站扣车。 172号地铁车厢发生火情，请做好清客工作。是。已做好乘客疏散及换乘准备。司机队长，请安排司机到欢乐海洋站将出事列车开回车库。明白。 数字城轨通过敏捷的网络和智慧的控制中心，将车、车站和控制中心数字化，把所有情况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运营人员面前。这为我们地铁的卓越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也给都市人群的智慧出行提供了无限可能。